请看光明觉品最后的这一大段第十，光照十方总皆无尽。我们讲经文那一段二是光明，故十亿世界遍照东方百亿世界，千亿世界，百千亿世界，诺由他亿世界，百诺由他世界，千诺由他世界，百千诺由他世界，如是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所有世界。这一段讲的是东方下面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彼一切世界皆由百阎浮提乃至百亿色究竟天。那么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现代科学家了，他们观察宇宙啊，好像宇宙在膨胀啊。你看看这个光明觉品所说的是不是在膨胀似乎是跟科学家所说的相应。其实呢，科学家所探索到的跟佛法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差距在哪里呢？科学家用仪器观察，没有放下分别执着，所以他怎么样观察都是有限的那么说实在讲，这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亿世界就是十亿个三千大千世界，百亿世界就是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大呢？黄念祖老居士，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一个大千世界，现在这个天文学家所说的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你就知道佛放光，光明遍照这个照不是像现在光的速度，电磁波的速度电磁波的速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银河系，银河系的东面到西面用光的速度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呢科学家告诉我们呢，十万年光的速度走十万年才能到达。
我们地球上有历史才不过还不会超过10000年的啊，有历史记载的啊，10万年用光的速度，这是照一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单位啊，一个单位世界，10万亿个银河系要用光的速度的时候，那要到多少年呢？啊，这个就说佛法跟科学不相同。佛法从如来坐地放光，这个光照到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后面所讲的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这是印度数字里面最大的单位啊，这个最后的这个单位不可说不可说啊，不可说不可说是个最大的单位，后面总结是经法界虚空界所有时间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刹那就周边了，不需要一秒钟啊，一秒钟太长了啊，这个是佛法所讲的宇宙之真相。那么佛说法这个一个一层一层一层的给我们说出，我们在这一层一层体会到，哦，这个光啊越照越大越照越大越照越远啊，遍照法界，要晓得它的时间真的是亿万分之一秒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只是说了一个表面上的现象，里面的内涵呢，无尽的微妙啊，决定不是科学能够探测得到。此地经文，今天科学家走的是太空物理啊，这属于太空物理啊，无限大了啊，翻过了一个极端是最小的小而无内也啊，现在科学家研究的啊，原子、电子、粒子啊，佛法里面讲微尘，色聚即微，即微之微啊，我们相信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能够探测到啊，虽然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宇宙的原点。啊，原点有多大呢？啊，我们这一根头发，头发把它切断，啊，切断的时候头发很细呀、啊。啊，但是切断的地方是个平面，平面的直径，记住，头发切断，平面的直径。排这个原点呢，排多少个呢？啊，排100万亿亿亿，万万是亿啊，100万亿亿亿个的原点，这个原点
是不是我们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啊，那么这种极微之微，在大乘教里面讲呢，一般这个八地菩萨呢应该见到了，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那些种子的活动恐怕还不能够切入啊。这佛经上给我们讲这个极微之微呀，里面有世界，里面的世界呢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外面世界没有缩小，这个圆点的世界没放大。什么人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当然这个普贤菩萨应该是指的当位普贤，当位普贤是等觉啊，所以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到八地、九地、十地对于这桩事情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到等觉他能入这个世界，微尘里面的世界。微尘世界里面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我们常讲这个佛法了，其身无底啊。什么叫无底啊？无底就说这种事情啊，微尘里面的世界重重无尽。这不可思议。所以华严经到幕后，你看看善财童子这个证入啊，入法界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普贤心愿品。什么人能入啊？普贤能入啊。很可惜啊，科学家们呢没有读到华严经啊，没有去研究华严经啊。我想如果他要是研究华严的话，对于他们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一定会有很大帮助，无论是从太空物理或者是从量子力学，华严经都会给你很多的启示啊，会指导你许许多多研究的方向啊，提升你们研究的成果啊。不过这些东西还得说回来，如果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怎么研究都有限啊，有个局限，你没有法子突破。这个局限是什么呢？局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时空啊，时空是个障碍，你也没有办法破这个突破时空啊。虽然现在科学家也知道啊，时空不是真的啊，时空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会等于零啊，某一种状况他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其实佛法里说得清楚，这个状况就是禅定啊，在甚深禅定状况之下时空没有了，所以时空没有了啊，一弹指就周边法界，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没有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用什么呢？在时空里头用速度啊，现在知道速度最快最大的是光，是电磁波
啊，那么在这个诸佛菩萨甚深禅定当中，这个光的速度太慢了，诸位想想，不要说别的，我们修净土的人，啊，西方极乐世界，佛给我们说，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啊，那用光的速度，那多少年才能达到啊？那还有指望吗？啊，你们想想光的速度，这一个银河系，啊，从东到西，光的速度就要十万年了。十个银河系，那银河系当中距离更大了。啊，通过银河跟银河当中那个距离，我相信比银河系要大很多倍呀。两个银河系绝对不是20万光年的，啊，至少得100万光年。啊，通过两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娑婆世界还没离开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像这么大的教区，又有10万亿个，你是怎么得了？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坐光速的，啊，这个太空船，遥遥无期，真的是10000年才能够到达。但是弥陀戒引我们一弹指就到了，那光怎么能比呢？这科学怎么能办到呢？啊，你要说为什么？现在科学家有发现，他不能做到，是空间没有了。啊，空间没有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所以变法界虚空界就在当下了。啊，这个境界大乘教里面称为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解脱两个字很重要啊。啊，解是解开，把什么东西解开了？执着解开了，分别解开了，妄想解开了，分别执着妄想没有了。啊，脱失了，脱离六道轮回了，脱离十法界了。用科学家的话说，脱离一切空间的维持，佛法叫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距离，没有距离就是没有空间。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先后，啊，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宇宙本来是一真呐，把一真法界变得这么复杂，什么原因呢？怎么个变法的？
华严经下面一品，菩萨问明品，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复杂？这个问题为是经论里面讲的透彻，华严经是为识经论里面的一部。啊，你看为识宗，它有六经，它有十二部论，六经里面有华严经。啊，要细说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些事实真相，你要是不是真正通达明了，你就不会开悟啊！啊，为什么要移？啊，移情，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想开悟，我们走什么法门呢？从前李老师教我。那是我们跟他学教啊，学讲经啊。他说讲经这个事情不容易啊。你对于事出世间法要不通，你怎么想啊？事出法要通，这多难啊。啊，他说别说佛法了，佛法的分量比事法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呀！啊，世间法所探讨的范围不过人天而已啊，绝不出六道啊！啊，人间分量是绝对多，天上是偶尔提一提。啊，那么人间的东西，老师就说了，不要说别的吧，啊，就说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在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你能够把它全部都读完吗？你能够都记得吗？办不到啊！不要说那个《四库全书》看一遍啊，每一天看八个小时。以前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啊，他是一个小孩，从他出生呢，假如说他就能看书，就能看得懂《四库全书》。啊，从这天开始，啊，每天看八个小时，看到100岁，每一天看八个小时，看到100岁呀，这个书还没看完，你就知道的分量是大了。啊，那么在佛经里面，中国翻译的经典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选集，不是完整的。你要问为什么不是完整的？古时候交通太不方便啊，从印度把这个书运到中国来，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啊，所有的书啊手写的，也没有纸张啊，用什么东西写呢？注意一下的贝叶经啊，贝多罗的书页啊，贝多罗书页
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这个香蕉啊、芭蕉这样树叶，把这个树叶裁成一片一片的，写在这个树叶上。树叶比纸厚啊。现在许多图书馆都还有收藏这个贝叶经啊，有机会呀、诸位都可以看看，能看得到，你看看它多厚多笨重啊，不像现在这一部华严经啊，哎，第一个小包袱一提就拿走了。从前这一部华严经至少要十几匹马来背呀、你才晓得那多不方便呢。所以印度法师到中国来把经书带来，中国法师到印度去啊，把经取回来，精挑细选，太多了啊！做选的时候总是适合中国人的机缘啊，适合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啊，学习的程度啊，所以我们汉文翻译佛经的分量，在我想象当中，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啊，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你说讲多少？一天讲8个小时。你说他讲多少？啊，那我们现在在此地学习《华严经》，啊，用我们现在这种学习的进度，这一部《华严经》，我估计需要20000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天天不间断，要讲10几年了。很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教，通教，难了，太难太难了。啊，那有没有捷径呢？有捷径。啊，捷径是通宗，通宗真的是捷径。可是通宗啊，你有没有那个天分啊？通宗真的是上上根人啊，我们今天讲天才啊，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呢你一生通不了，天才天生的啊。我刚刚学佛来亲近方东美先生，方老师告诉我，中国像慧能大师那种天才，慧能以前没看到过，慧能以后也没看到过，那个人不能学啊，决定学不到啊！啊，这是他当年告诉我，不要去学禅。啊，禅不错是捷径，我们的天赋不够。啊，学那个东西啊，白费时间。啊，所以他教我的时候啊，是学教，从教下，教下呢。这天才是什么呢？是一步登天的、他真的登上去了、我们要学他，没他这个本事，这一步上去的时候掉下来摔死了啊。脚下是什么？脚下是爬楼梯啊、爬上一级、你就高一级，
用爬楼梯的方法，叫家叫渐修爬楼梯。他说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啊，只有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是释迦牟尼佛对中下根人所开的啊，宗门是对天才儿童所开的，不一样啊。你就晓得困难啊，所以世间法要通，出世间法要通，绝不是我们这一生能做到的啊。他说那怎么办啊，发这个心好啊，弘法利生的啊。老师最后教我四个字，通。通是出于世间法，用什么方法通呢？求感应。现在人一般讲呢，求佛加持啊，求感应。中国古人所说的精诚所至，金石未开啊，金是讲你用功的纯，决定不夹杂啊，金纯啊，真诚到极处，跟佛菩萨就通了。这个话上古时候中国的圣贤们所说的，跟佛法里头讲的相应啊。佛法讲什么？佛法讲禅定，唯有禅定呢能贯通啊，就是突破时空界限啊，突破空间维次。恢复自己自信的本能，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本来具足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丝毫欠缺，诸佛如来如是，菩萨声闻如是，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啊。那么你今天的这个智慧能力啊，向好为什么失掉了？佛在华严经上说得好，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是圆满的，众生跟佛一点差别没有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一句话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所以你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无量无边的智慧的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是你自己本来有的能力啊，你本来通达了，你现在不通啊。啊，为什么不通呢？哦，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有妄想，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只要把这三样东西去掉，你的问题解决了。你看看，只要你去掉了执着，我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在佛法里面讲了，你就证得阿罗汉了。阿罗汉有
六种神通，啊，天眼通，不要用望远镜啊，啊，阿罗汉的天眼能力有多大呢？佛讲能见三千大千世界，不要用科学工具，那意思就是现在的话所说了，他能够观察十万亿个银河系，不要用望远镜，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状况啊，他看到就像在眼前一样，有这样的能力啊。啊，天耳也有这么大能力，能够收听到十万亿这个银河系这么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所有一切的音声。他心，别人心里面，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就像档案资料室一样啊。别人资料库里所藏的东西，你可以拿出来看。前面我跟诸位说过。古时候这个僧贤法师他就有能力啊。啊，你阿赖耶识就落下的那个影子啊，你读的这个文章啊，他从口袋里一拿就拿出来了，是不是这个你念的，是不是这个，那这果然是他写的。你看看这什么原因，他那个里面储藏的资料，他能够把它复印了，印出来，纸张跟他完全一样。我们现在讲复印，你好懂啊？其实那哪有印呢？他口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这摸不像变魔术一样的，他就把你拉出来了。啊，别人阿赖耶识里面。这些文字文件他可以拿得出来，他心懂啊。那这个能力就恢复了，没有完全恢复啊。他的能力也不过就是这个十万亿个银河系而已啊，一个世界啊，百世界千世界万世界，十万世界，百万世界，千万世界，亿万世界，我们今天讲的是十亿万世界，分别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啊，到妄想没有的时候，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理呀，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只是教导我们把对此界他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分别、妄想放下而已。你的本能就恢复了。啊，所以佛法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的本能，我的本能，他的本能，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本能无二无别。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我们又何尝不能？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是妙觉了，比等觉还高一位啊。那等觉已经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了，所以一定要觉悟，真的觉悟，悟什么呢？我被妄想分别执着害惨了，这是真正觉悟了。我今天再也不能被他欺骗了，我一定要把他放下，舍弃了，不要了。你放下的越多，你恢复的越多。我们世间人讲啊，特异功能啊，神通广大。我见过不少特异功能。早年我在美国洛杉矶遇到三位，从中国大陆来的，20几岁。这不是学的，生下来就有。他们确实心地很清净。我们曾经问他了，你们这种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大概呀，到40岁以后就没有了。什么原因呢？知道事情太多了，太复杂了。就是他起了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能力障碍住了。实际上他们那个能力并不是很大，很小的能力。比如说天眼，他天眼真的不大，但是有能力透视人体。他坐在你面前，注意看到你，看到你可以看到你身体内部内脏的这个活动。哪个地方有问题有毛病，他能够说得出来。你的五脏六腑哪个是正常的，哪一个有一点不正常，哪个曾经有毛病，能说出来。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让他看，看了之后他说，你在10几岁得过肺结核、肺病，现在已经改化了，已经没事了，好了。指出他的部位，他吓了一跳。真的是有这个事情，他一生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他结婚那么多年他先生都不知道，没说过。是真的，治好了。这是证明说他确实有这个能力。这是小事一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阿罗汉的这个天眼能看过去500世、未来500世。那他怎么能比得上呢？阿罗汉如果从中国到美国去，需不需要坐飞机？不需要啊。他有神足通啊。北渡和尚为什么叫做北渡呢？这茶杯
啊，他渡海，过海，啊，把这个茶杯丢在这个水海这个海水面上，茶杯浮起来，他站在这个茶杯，就到海那边去了。啊，在哪里表演的呢？可注意，就在香港，从青山，青山到大屿山。啊，他过去他不坐船呢，他就用个杯子的时候，他站在杯子就过去了。大魔族是过长江，也没有坐船呢，芦苇，在这个江边上呢，拔一只芦苇。丢在水面上，他就站在这个芦苇上过江了。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像这个耍魔术一样啊！啊，这是说明三国以上。就有这个能力了。啊，一般经典上佛给我们说，初古须陀洹恢复两种能力，天眼天耳。二古斯陀洹又恢复了两种能力，他心虚命，啊，就是二果，他有天眼、天耳，他心通、虚命通，啊，虚命通是知道过去未来。到三果啊，又加了一个神足通，神足通就变化，啊，你们。看过小说《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那神足通，他能够分身，他能变化。啊，他到什么地方去，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里就到了，能够把时空突破，突破了空间就没有距离。啊，想到哪里，这地方就在心前，他就真的就到了。啊，到四国阿罗汉，啊，最后一个能力恢复了，漏尽通。漏尽是烦恼断尽，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阿罗汉是执着。真的断尽了，他还有分别，所以他虽然出了六道轮回呀，他出不了十法界，啊，必须对事处世间一切分别也放下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超越十法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要恢复本能，要开智慧，要通事处世间法，唯一的方法，这个通啊，求感应啊，怎么求法呢？诚，老师叫诚，印光大师叫两个字，诚敬。内有尘呢，外面一定有净。啊，它尘净是连到的。啊，古人讲啊，尘与中，啊，内心里头有真诚，一定呢表现在外面，表现在外面呢就是恭敬。啊，尘净能感通啊，所以老师讲，至诚。沉浸到极处，你就通了。我们只有用这方法，
你不用这个方法，没有第二方法好走啊。啊，读书用功，那么多的东西念不完呐、啊。啊，尤其年岁大了。啊，我跟李老师的时候，32岁了。年龄太大了啊！如果是20岁的时候跟李老师，没有问题，他会教我很多东西啊。一个好的老师，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有传人，他所学的东西能传下去啊，世间人家。传宗接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做学问的人，修道人也不例外啊，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就是传法的弟子。你没有传法的弟子，你怎么办？传法的弟子是可遇不可求，缘分你到哪里说找不到啊！啊，所以我们在古大德里面，你细心去观察，啊，一生找不到传人的时候占多数，啊，那他怎么办呢？著书，啊，著作，把著作。流传到后世啊，有传人呢，那著作就不重要了。为什么学生能传呢？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老人家传人多啊。你看看这个经典上所讲的这些菩萨、这些声闻啊，我们展开经卷，1250人，那是他的传人，长随弟子，他的传人多 啊，所以这些经典都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这一些传法弟子们写下来的啊。孔老夫子自己的著作不多啊，有传人的啊，后来后世找不到传人了，那只有大量的著作啊。后世逐渐逐渐呢，这个是文房四宝发明了啊，发明了纸张啊，汉朝时候发明纸张啊，书写就方便多了。这些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今天除了用真诚心求感应之外，没第二个方法啊。李老师就教我这一句啊，至诚感动啊。我三个老师啊，真正得力的给诸位说一句话，我跟方东梅先生，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佛教是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方先生传给我的，不是迷信的啊。跟张家大师3年，他老人家传给我的，看破放下，不是啊，从他那里学来的啊。跟李老师，李老师就是教我这一句至诚感通，一生受用不穷啊。啊，经确实
我是天天在读经。读经是亲近诸佛如来，听诸佛如来的教诲。可是讲经呢，完全求感应。我不一定到经典注解讲，我讲经急急呼呼，这个经文一句经文就像做作文呢，那个题目一样，出了这个题目我就照这个题目做文章，那么看看听众，听众需要什么，听众是什么样的程度根性，或是长说或是短说，或是深说或是浅说，就自在了。这个要靠感应，事先不能准备，事先准备决定不奇迹，就好比大夫给病人开药方开处方，是不是先把处方开好了再去看病呢？如果是先准备好的时候上台去讲经啊，就像那个大夫一样，先把药方开好了然后再给病人看病，不对症啊。所以讲经不能准备，好大夫开药方不能预先开好，诊断马上处方，察言观色立刻处方了，才能够切机切理。现在时间到了。